主料黄油100克，辅料糖粉60克，熟蛋黄2只，低筋面粉18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一小时。黄油置于室温中，视其软化，切成小块，加入糖粉、鸡蛋，用开水包熟，就可以是蛋白。将蛋黄压碎，蛋黄过筛把黄油充分打发均匀，加入蛋打发的黄油中均匀，筛入面粉，合成光滑面团，用保鲜袋装上，放冰箱冷藏半小时。将面团取出，分成20克小团，揉成圆球状，烤盘中打面粉，将小面团整齐的摆在烤盘中，注意留有空间，用大拇指将小球向下按点，整齐的摆放好。烤箱预热180度烤25分，香喷喷的饼干出炉了。烹饪技巧，没有糖粉可以用打磨机打成粉末，用糖粉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